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请他前来。原来如此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我们的胜算又多了几分。Hello， 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现在我们要玩的游戏是《神武幻想》。好，我们来逛一下吧。这不似是我祭坛的方向。前往祭坛进化白龙。好，这边是小游戏哦。那就是河神冰落。冰落已完全陷入心神狂乱的状态，我们快赶往祭坛。哇！不要过来！那位神使自有对策，我们快过去。你跟他们讲话。你想说这种道具的，水龙弹之术，我们要怎么过去才好？观察水木西尊的轨迹，抓住时机，放他通过。冰六的力量太过强大，我难以抵御。接下来，一切要劳兰香姑娘了。前来协助净化混沌之水。这些神使还不赶快躲避，待在水面做什么呢？他们正试图净化混沌之水，为冰六换回清明。那点低微的灵力能改变什么？真是愚蠢。大家快退后。幸好只是皮肉伤。真不好走了。幸好只是皮肉伤。好，要这样子，然后等他过来再走。躲过了吗？哎呦！刚从这哦，走错了。这么过啊？
哎，这个好搞笑、哦。快走，我们必须加快步伐。不是这里，我看到，看到。心疼姑娘，还是没关系的。你是桃花神巫兰香姑娘，你们怎会？此事容后再说。仙童姑娘，我们先合力为冰洛净化身上的混沌之水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这个视角有点太好看了。作茧自缚。不是，切勿轻敌。他蛮强的。所以可以再打一回合的意思吗？小心！喵主小心！
失礼了。等车。伤不了。防御加成量太夸张了。多指教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可惜没有一次召唤两只元灵。召唤另外一只神灵出来，到现在我还没召唤过。
像这个会召唤。严重会增加阵阵哦。他在供。
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召唤那个明清的那个新之力的神灵。好，应该是可以的。让我略尽粘国之力。好，有了。一次三个神灵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鞭尸，鞭尸。好，还有一个。没了。冰洛，请你清醒过来。还是我们要让他等。只要你好。等级到达召唤他的等级啊，镜与画上很多招式啊。碧洛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我虽已尽力净化水源，但你长期与混沌对抗，耗损严重，恐怕需要好好调养。碧洛，你不要再勉强自己吸收那些混沌之水了，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方法，你不需要总是一人承担。保护神器的神水箱，我责无旁贷。心头抱歉，让你担心了，是我修为不够，才会造成今日之祸。诸位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冰洛，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懂得保护自己？银川，兰香姑娘，多谢你们让冰洛冷静下来。我能做的十分有限，还是蓝妹妹功劳大。此事是众人协力之果，最后还是欣桐姑娘唤起了冰洛之心。我灵力微薄，今日若无诸位倾力协助，冰洛有可能就此被混沌吞噬而消失。平息这一点混沌才多大的事，那么多人还弄不好，切！上古神灵果然气质不凡。你是什么人？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哎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能见到如此古老的神灵，死而无憾，死而无憾呐！莫名其妙。陶唐帝都祸在旦夕，将被混沌锁定的星辰引至神水乡，已刻不容缓。还请上神与两位协助乡主施行仪式。哈，吾之神力尚未恢复，若是失败，可不负责。上神放心，余等将助上神一臂之力，请上神立于镇眼天极之位。此阵与天上星象相应，余将借南北斗星轮之力导引星辰拱极移位而来，神水箱方可实时监控。待星引之仪继承，余必助上神恢复神力。记住你的承诺。
继儿，不要紧张，母后和父王都会在这里陪你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继儿。继儿，危险！你的脸色不好。我没事，只是短时间内使用了太多的灵力。兰香姐姐，她需要休息，快请随我至客房。醒了便好，我再去调些凝息香，有助定神。我睡了好久，也就半个时辰，真是累坏了吧。兰香姐姐，我现在才知，原来齐武祭祀这么折腾人。你都不知道方才神医多担心，我看你还是别当神巫了吧。这是我的天职，我只是尽本分罢了。银川大哥，星辰记已移位，得再请游眠重新推算关键之日。我已推算过了，就在近日。不过你放心，帝君都安排好了，你歇着便是。兰香姐姐，有件事我一直很在意，是关于南斗星轮的。你说，那日在东极与气血交战，飞星他使用星轮之力救了好多人，但我总觉得，兰香姐姐，你那时神色有异。怎么说呢？好像是欲言又止，又好像是饱受煎熬。总之就是很复杂的神情。兰香姐姐，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使用那星轮是不是会害他变短命啊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但是使用星轮之力确实必须付出代价。是什么代价？很严重吗？还是由我来说明吧。你说什么？这代价简直！那呆子这么善良，若是知道此事，一定会受不住的。银川，你答应我，这个代价绝不能让他知道。不，根本不能再让他使用这个力量。绝对不能再让他使用。我答应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听闻兰香姑娘醒了，不知是否方便入内探视？请进。我也无妨，欣桐姑娘前来可是有要事？欣桐奉香主之命来领贵客们前去灵泉汤谷。汤谷？西域住的地方也有一个，那是可以玩水的地方吧。灵泉汤谷之水来自昆仑仙山，拥有神力。上神与诸位贵客为了冰落与引导星辰之事，既有不少损耗，还请随我前往调养。总算还气得。香主有心了。你们先去吧，我和游眠再去看看冰落的状况。有劳欣桐姑娘带路。
那哦，这集这剧情超长了。神水乡出产的果子，吃了应该也能延年益寿吧？这与我家乡山里的米谷树神所给予的仙果很相似，一定很甜。嗯，好，总算可以自由活动了。稍微逛一下，等下我们进存档点。这一集都到这边结束吧。这边的武器基本上全部买下来，因为可以制作最好的装备。老朽来此已近百年，从未见。学会了吗？还没记住呢，请神使再唱一次可好？别只是听我唱，等等自己也练习一遍吧。他狼头，然后手是人的手。九霄古卷学剑流云剑，我们看一下武器需要哪一个。神之器，哦，看到了，就是这几个，所以都各买一个就可以做了。嗯，可能要各买两个吧，因为有副手。攻击要七，他等级才六，难怪刚才召唤不出来。我们先把一些低等的命无朱雀。我全体复活，天武玄武，甲子神都不知道怎么弄。就这样，破产都算了，哈哈哈哈。
先稍微装备一下。警觉性应该还是最强的，好像不用买到两个哈。旗舰绝尘，那有一些我们也有捡到一些旗舰啊，不用啦，帮我买两个啊，算了。玄剑灵刃，哦，还有哦，消残消。七什么滑稽，哦不是，是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会拿到一把玄剑八荒。你已逐渐能知晓掌控。哦，所以只能合一个了，应该吧。那是主手啊，然后再来。好，主手，好，好，哦，这集很长了。好了，喜欢频道的话，到频道主要放在图片按一下订阅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小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追踪到最新的消息喽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